嘛。你们又有了一把新的钳子。他会不会烧手啊？哪一个？这个。嗯。就不会烧手。你带这个，非得带这个焦距，对。焦距，这个位置烧手。它只对金属有作用是吧？哦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个把子是不会烧坏的。哇哦！挺好的呀。你这，你。